台湾的教育部现在用一个很不合理的手段，他们希望可以来通过一项内容充满争议性的课纲。这项课纲不止没有办法让学生了解自己所生长土地的历史，更掩盖了现在的执政党过去所犯下种种血腥的错误。而这一份课纲也会让我们学生未来变成没有思考能力的顺民，让这个政府未来可以更加为所欲为，让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政商勾结的关系。所以这个时刻需要你一同站出来，我们来反对这一项课纲，守护台湾，守护学生，守护教育，大家共同站出来，对抗阿爸政府，守护咱的台湾，大家做伙拍拼，感谢。